大家好，我是台北县的照顾服务员。我每天都要到别人家里去照顾生活需要帮忙的人，减轻大家照顾上的负担。我们有社会局跟卫生局的资源，你若需要，只要写一摆申请单都会用的。我们有分居家式、社区式，还有机构式的服务。你需要什么服务，补助多少，他们都会说给你听。所以不用烦恼啦，我要再去下一家服务了，拜拜。